be someone else. All we want is please. Giving us, giving no time to breathe. 这个点还有人吗？正无聊呢，哇，好多人都没睡呢。哎呀，看143。秋季五天 ，OK。好的客运，怎么都是从西往东呢？没有一个往东，从东往西的。从东往西，这个是货运的，得挑一个客运的，看一看跑哪一趟。客运全是从西往东的。DJ， 不住 A 哇，还 Simply。那就随便挑一个吧，挑一个上午的吧。从海根布吕肯到革命灯，全程的一半差不多。9:45发车的这个东行列车 ，OK。整起，打开车门，打开车门，这个 PC 这个环向气道前牵位，这儿有一个顺位器，哦，好黑啊，外面，左边，开门。OK， 开了。灯光开启，仪表灯开启，三盏大灯开启。谢谢 DJ。去机械间把那个 PCIB 和 CIFA 打开，这个位置 O 开启 CIFA 打开，这个走廊它里面没有那个灯光开关吗？OK， 等到9:47发车，还有半分钟，记得还有个驾驶室灯有个昏暗的，这个关闭。叫
后到底是要翻盖还是滑盖手机，就怎么办，我好纠结，就是两个都有点喜欢。就哇，文曲星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现在的那个 Kindle 利用率如此之低，可能就是我的那个电子书份额都在我的文曲星里面。技术本身它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但它也绝不是中立的。然后我们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不知道全世界人口。出发了。大家好，这里是没理想编辑。我卡1.37应该快，它现在这个联机插件更新都挺快的。嘉瑞，就是今天我们想聊一个比较悲伤的话题。我们作为90后，就感觉到自己被时代淘汰是一种断断续续的感觉。有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件事，啊、哦、天哪，我已经老了。最近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侄女，她是一个00后，我发现她。比划模拟打电话已经不是像我们就比划一个六出来放在耳朵边上，它已经是前速40，一个手掌放在耳朵边。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见过或者没有用过座机了，就是座机它已经和我们小时候的另外一些，这个我是在听一个成为了时代的眼泪，在听那个看理想，就时代的眼泪，这个就是梁文道的一个，还可以再聊一聊。大家现在手上最好的一个电子产品是什么？我把我初中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应该是这个，听错了，这个才是。前一阵子我在上海啊，看到王安忆，王安忆跟我介绍一个，他说今年他非常喜欢那个作者，叫做李娟。好，提速100。100个职业告白，我是丁丁。或许有些朋友和我一样，除了锵锵三人行，还通过这档叫做《开卷8分钟》的读书节目，了解到一个叫梁文道的人。刚才听到的这一集大约在7-8年前播出，讲到的是李娟《阿勒泰的角落》这本书。当年的互联网和资讯还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发达，我看这个人又上电视又做主持，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位媒体人。10年前他的时评文章在内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常识》，也算是畅销一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哦，原来这人还是个作家。5年前我第一次在当时工作的书店里见到道长，那是台湾小说家骆以军的一场新书发布会，道长帮忙主持。我完全不会想到，那时候我那个报站没打开，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看理想内容策划人。在那之后不久，就在媒体上看到消息说，土豆和出版机构理想国合作推出影像计划《看理想》，以文化类视频呈现。第一季推出的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1001夜》。局部和听说这三档节目。说起来，这5年真是新媒体迅速崛起的5年，各种平台方式让人眼花缭乱，女方唱吧先选一下这个，除了微信微博还有直播音频短视频等等，每个人现在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内容传播到更广更远的地方，比如你现在或许就是在一个离北京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国外在听着咱这期节目。这一切貌似简单，4个字就可以概括，我说你听，但大部分时刻每策划制作一期节目，我都得想，这个选题有必要做吗？别人都做过的选题我还可以做得怎样不一样一些，找什么样的嘉宾最合适，怎么样去对话才不算是浪费，实况亮度和对比度，聊天的角度怎么样切入，后期的文稿这样写，没打开游戏不好跟你说啊，录音的时候自己是否足够真诚还是显得有点做作。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新媒体同事身上，比如根据我长期潜伏在他们的微信群观察，他们会发游戏里面的设置，哪个微信头图更合适，或者大家投票哪个标题更合适，还有最近哪件事情还挺值得聊聊的，要不要让道长一期8分。
甚至因为几句话、前方到站几个词语还有700米的情况。总之，公司的所有部门里边，新媒体几乎永远是最晚去吃午饭的。在我们这档节目的简介当中也说过，道长曾经做过超过100种工作，印出来做成名片的有60多个。当准备做这期番外的时候，道长的第一反应是媒体人。而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媒体人，不管是我们看理想新媒体的总监猫爷还是我，说起来都多少有些困惑。前段时间在看理想录音棚，道长和我们俩聊了聊自己关于媒体人这个职业以及对于新媒体的看法和思考。这期节目很长，但很值。去年的这个时候，您被我们忽悠到了一档叫做《奇葩说》的节目。是，哎，对，是去年这个时候。是去年，差不多11月中旬的时候，也很快啊，真快。对，前几天为了做这期节目，又翻看了一下您在节目里面啊那句当时流传甚广的话，说我们这家快要破产的公司。对，哎呀，这一年没想到一语成谶。对，没错，还是处在快破产的状态。是吗？感谢青叶君，还得问问您这一块，就是自从我们去年10月份我们的 APP 上线，还有青叶君，我们居然没有破产，这个你有想到吗？我们公司运营的还可以，似乎。当然想不到，这开玩笑，那是玩笑话，怎么能真破产呢？那时候我们要破产的，说要破产的时候，我们还正好要在搬来这个新的办公室地址的期间，就是店牌是打不了。那一个快破产的公司会搬家吗？当然也会。比如说裁员裁了一大半，然后就可以搬去个小房间。但我们真的不是，我们并不是快破产，只不过那句话这么讲吧，就是那是个开玩笑的话。但事实上，像我们这种公司做的东西是非常小众的，是很另类的东西，在主流市场当中，肯定不会太受到大规模的关注。极速120，那么因此速度跟咱们国内的的确确是比较快速列车差不多，很现实的讲。但是我仍然会觉得有希望跟乐观的地方在于，恰恰因为我们是比较另类的小众的东西，所以反而能够旗帜鲜明的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市场的上的一个位置，一个 niche， 一个生存空间。那这一年就我们做小众的内容，然后很多内容是，当然说现在已经逐渐我觉得形成了看理想比较特色鲜明的东西，但做这些我们其实挺不容易的，尤其我在音频部和我的十几位姐妹们，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每天他们下一站洛儿候车站还有9.5公里，不只是整个公司各个部门都活得很艰难，过得很艰难。你瞧瞧，这个按这个肉食者比，哎呀，听一个这个音频的节目，每回回来点个烟斗，喝咖啡啊，挺乐的。觉得你们也应该也是这样才对。那 APP 上线之前，像我们音频部当时还在和理想国一起办公，我们音频部我们还叫自己是饮品部，做点什么手磨咖啡啊，或者是冲点奶茶啊，活跃一下公司气氛啦，同时也帮助我们这个身心更加健康的做有价值的内容了。但是明显我觉得去年10月份 APP 上线之后，连 DY 这么爱美的小姑娘她都不怎么捯饬自己。然后呢，我们有几位还经常在周末加班，我记得有一次周末在公司加班遇到了你，你说哎你怎么在这儿，我说道长明天这个电台上线，这个有 deadline。你顿了一下，想了想，deadline 很重要。有这件事儿，我都忘了。伊娃小姐姐昨天也在。原来这期是吐槽大会，吐槽大会，吐苦水大会。所以就是我们 APP 上线之后，貌似看起来对您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吧？不知道您这一年工作节奏啊、生活节奏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发现你这么问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我偶尔有时候，比如说，我的朋友家人就问到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很忙很忙，然后就说最近是不是因为你们公司有做 APP 了什么的，就比以前更忙。像素依然是100，但是信号正常。你刚刚这么一问，我忽然回想，过去几十年好像我也没有不忙过，好像我是挺习惯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就是我从来都处在一个很。当然中间有些时间会有点停顿或怎么样，但是大部分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一个相当忙碌的没日没夜的状态。我其实最近几年我真的是不是开玩笑，感觉到你今天播到几点？我看这个，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大概还有半小时吧。
我是一个睡觉很容易睡的人，但我最近晚上呢有点会睡不好。走到这边了，终点是到这边。睡不好倒不是因为什么精神压力什么，因为我自己禅修，革命灯，我到这方面还大概半小时，而是因为皮肤很容易痒。那我发现那种痒可能是敏感，那跟干燥。10:03到站洛尔堡睡不着，而且现在我们是9:57，那就说明我的体质开始变化。那这身体开始不好，很可能就是因为用不了半小时，工作很忙，身体在给我信号。可是那天就我忘了是谁跟我说，你可能要开始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但是我想，我怎么规律生活呢？信号正常，我几乎是不可能规律生活的。你比如说，今天是我们录节目的，现在是星期四。对，我星期四晚上就一定要做8分这个节目。嗯，那我一定要做到后半夜，明天凌晨。那我怎么早起呢？但是明天还真得要早起一点，因为明天，中午还要约了人开会，然后上午要起来准备一下，然后明天晚上还有一个读书会。鹿儿。那读书会完了回去之后，花藤时代这周的香港报纸的专栏。那我天天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车晃得很厉害，很正常。车震有点严重。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您成为一家公司的总策划人，我感觉一家公司的压力其实有很大部分是压在您身上的，包括我们去年开始到今年。整个公司的发展其实跑得很快，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您比较相关的，所以我比较好奇是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作为一家公司的一个头人吧，或者说一个公司的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精神内核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试过做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那个时候跟现在相似的地方就是刚才说的那些了，比如说我要当一个电台的台长，我当一个学校的一个创办人，我做一个机构的一个主席。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东西要不就是它本来就存在，我是被请进去，前方限速100，像我以前做的没看到有没磁铁，那是一个香港老字号的早就存在的一个广播电台，那我只是被请进去当台长。所以那家公司会怎么样，它的路线会怎么样，其实跟我的加入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关联，那我只是替它锦上添花，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另外有一些，比如说我做一些机构学校，那个我的确是创办，但是那个东西比较是非商业的，就是一个非牟利，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做看理想有一点像是把过去两种事情结合起来，就是既要做一家公司，这个公司而且还是我有份参与它的诞生的，的确是不同的。所以你说有没有更大的压力，但很奇怪，我发现我又没有太具体感受到，天哪，几十口人就背在我身上了，然后这个公司要怎么样向股东交代啊，将来怎么样做大啊什么，我这种压力又不算太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很倾向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把事情分成一件一件来看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做节目，那我就想今天晚上这个节目怎么样把它做完，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就准备明天的读书会要带的那些东西，不到2公里，然后再来就准备接下来的专栏文章，接着就是我们大后天的电竞，就一样一样事儿，就所有事情都是一件一件的。那我会把所有事情分解成这样子来看，要不然后台是在播放一个音频的节目，乱麻压在头上，那就很辛苦了。我操，我还以为声音什么时候这么甜了，我靠！就是受到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人跟人之间，包括跟亲人、受到了打击家人、爱人之间的不愉快或矛盾，不说话了，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化整为零，而是反过来把很多的小事加总起来。欢迎潇洒，得出一个总体的判断，说我为什么跟我老公处得不好了，怎么样？而其实很多是具体小事，但是我说从这种种小事之中可以看得出是这个人整体从根本上存在上不对劲，所以我就跟他只能够分手了或怎么样。那所以我这个人有这种倾向，就喜欢把东西化整为零，那这样子所有事情都比较容易解决跟处理。去年4月份600米进站洛尔火车站室内生活节，
当时道长有一个概念和大家现场说话，说我们看理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有价值的内容传播，相当于是我们要回归出版的本意，把有价值的内容交付公众。您现在觉得就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些事情，做50多档音频节目啊，您觉得我们从2014年开始做视频吧，那时候2015年，对，又做文创，再到新媒体，再到后来 APP， 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做这种有价值的？这个我倒很肯定，这个我很开心。嗯，我觉得我们全部的同事们都知道自己公司是要做什么，就我们做音频内容的同事，我们做新媒体的同事，其实在我看来，我们所产出的内容都是一些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没有做过那种100%去迎合市场的类似的东西，没做过这些东西。我们在做的始终是一些我们大家相信是有意义的、有价值、值得分享的东西。我仍然觉得我们骨子里其实还是像一家特别是音频、视频这些东西，像一个出版社。只是我们的出版形式不是纸质书了，不是书本了，而是变成了音频跟视频。我们最近不是做了2款帆布包嘛，一个是和道长对应的是众所周知，一款是真的常说这句话，非常常说，在我们都知道，都知道，结果大家都不知道。对，然后另一款是丹青老师的没有格调。嗯，其实我后来想，发现道长其实还可以做另外一款帆布包，上面什么字呢？就叫做事已至此。哦，对，这也是我很喜欢说的话。我记得之前我们的朋克领导曾哥有时候会和我们聊一些事情，说哎呀道长啊，有时候这个段位太高，我们跟不上，经常我被道长骂，说哎呀事已至此。我没骂人，我通常都不骂人，我都很客气。不是，道长都是非常客气的批评我们，但是听起来比那种骂人还要难受。真的，我其实没有对大家有太高的要求。没有，主要是没有太高的期待，就觉得哎呀。我只是觉得，因为我总是能够看到更高的地方，要求自己，然后我希望自己上去。然后我也很希望跟我在一起的伙伴们一起上去，我看到了那个东西，但是我看到那个东西，也许大家不一定看得到。我后来才发现，有点类似这个看理想的一个失败。我的工作应该是要让大家都能看到我所看到的那个远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有点像乌托邦。他们文化公司的一个宣传，我大概是从小的习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举例子，刚刚讲众所周知或者我们都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口头禅？其实我也被人提醒过，但我很容易忘记。提醒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其实都还存在。我记得年纪很小看报纸，报纸上面的人写东西，有时候会引述一些事件或者讲到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举例，我小时候70年代，报上很多人说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慕尼黑奥运事件的时候，难得英特尔直播事件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小时候呢，我哪懂，对不对？我读小学，然后就看到这个报纸上面这么写，然后他写的说是谢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说为什么他说大家都应该还记得，我怎么连听都没听过？我就忘了，是因为我是一个小学生，我年纪很小，我还不可能懂那件事儿或者记得那件事儿，但是我就会较劲，为什么有一件事是大家都记得、大家都想得，而我却不晓得？然后我就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事儿。然后再长大一点，比如说我开始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了，看一些比如说专业一点的书，或者是杂志或者期刊，一些文学杂志上面说，如果大家熟悉张爱玲的话，应该还记得她5本书怎么讲。说哎，我怎么没听过？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再长大一点，就看国外的报纸了，《纽约时报》、《英国卫报》或者什么，有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些凡是真正的乐迷都应该了解什么。我很怕别人这么讲，我就受不了，我就会觉得不可能，不太懂。他们文章的顺带一提，请注意是顺带一提，那不是重点。他是比如说为了要讲某个音乐家，然后提出另一个大家他觉得大家更应该知道的一个音乐人。然后用它来做譬喻，去说明他今天想要讲的这个音乐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Steam 我是隐身的一般。做例子的那个人我都不知道，那我受不了。于是我就会逼自己，就不断的要去搞清楚大家在说什么。那
就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的努力只是想让自己变得有常识一点，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好像，他们讲到好像都是常识。嗯，那怎么可能我不知道呢？对。但是这么下去，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追寻。比如说，我相当沉迷古希腊文化的东西，我业余我如果有时间，我看的书还是跟这些有关。比如说我前几年刚才没看在读一些新出的一些的期刊论文的时候，就提到，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德国杜宾根的新柏拉图学派有没有什么讲法，所以我怎么不知道，然后这肯定是人人都知道，而且我是会有个幻觉，我住在酒店或者住在家，我会觉得下楼卖报的那个大叔说不定都知道什么叫杜宾根的德国的新柏拉图学派，我说他都知道而我却不知道，这太悲惨了。那就变成是这样，然后我知道这些东西之后，我就下意识的觉得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所以我的口头禅就变成我们都晓得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我把所有我的受众都不敢看低。做这期番外就是在办公室我们讨论嘛，说当时问说道长，我们做这一期番外那到底您的身份是什么，因为我们做这档节目当时您也说您做过从事60多份职业是吧，那么多的身份，那到底您的这一期节目里面您的职业是什么，您第一反应就是说媒体人吧。嗯，对。为什么您觉得是媒体，包括您觉得您心目中的媒体人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就是您对，因为我当时听到这个媒体人的定义的时候，我还挺也不算惊讶，因为我知道您之前喜欢用个媒体人来称呼自己，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可能因为作为就是看理想的员工吧，都会更多的把您当成一个，比如说这种总策划或者说内容策划人，他其实跟媒体人我们通常的传统定义里面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说您自己怎么定义媒体人的这个概念？媒体人可能是一个信息跟观念还有知识的中介人。那这个中介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从某个地方得到一些信息、观念，或者是故事，或者是知识，而我觉得值得传播给我所选定的特定的对象，那我做一个中介 ，Steam 对，这是 Steam 游戏。我在这么一个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媒体的，也用这个这么宽泛的一个概念来总结我所干过的事情，包括我以前做老师。我也觉得老师其实也是媒体人，老师是把一些知识传递给学生，那这也是一个，其实在我看也像是一个媒体工作。我做过记者，我做过编辑，我做过电台主播、电视节目主持，我写过电影剧本，我做过剧场导演跟编剧，啪啪啪，我觉得好像都在干的是同一回事儿。那哪怕现在我作为公司的一个策划人，我在策划一些东西，那其实在我看来也有点像是一个杂志编辑，有些事情可能像是一个报社社长，所以那还是在媒体行业之内，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的职业身份就是媒体人，不多不少。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常常在外面的活动，很多外面活动那些主持人要介绍我是干嘛的时候，他们给我很多头衔，比如说什么文化名人啊，那文化名人其实不算是一个头衔，这是一个就等于你说一个人是明星，但他的职业身份其实应该是演员。对，我们在讲职业身份，那有的人会说这是什么学者啊，著名学者，我其实最讨厌这个讲法，因为我不是学者。在我看来，学者的定义是很特定的，比如说你会在大学从事专门研究教职，你就算不在大学，你有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学术专门做研究，这个叫学者。那我不是，那每次我跟他解释我不是学者，我是做媒体，然后他们说60，那这个话反而让我不舒服。为什么呢？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学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一种职业，做媒体的你们就小编嘛，对不对？就等而下之，就小下去了。可是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媒体人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有自尊有尊严的一种行业，是一种你应该要尊重自己的。所以小编小记这些词一开始出现那几年，其实我也有点抗拒，我会觉得你干嘛要把自己说成是小的，你一点都不小，你这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干这行人如果对自己都没有这份自尊自重的话，你怎么对得起你的读者、你的受众？你要尊重别人，你要尊重你的受众，你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先从尊重自己开始。这就等于像我们说做服务业，我很尊重所有做服务业的人，你餐厅食品或什么，但在我看来，服务业里面做到最牛的、最顶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餐饮里面的一些服务人员，他们首先要做到的绝对不是把顾客当皇帝一样跪下来，而是他先尊重自己。所以我很喜欢丽兹卡尔顿酒店，我们能不能说可以名字啊？可以啊，可以。就丽兹卡尔顿酒店，他们有一句内部的员工的一个口号，我很喜欢那个口号。他们告诉所有的他们的员工说：“我们是谁呢？”他说：“我们是服务绅士的绅士，就我们跟客人的关系是绅士对绅士的关系。”嗯，你有点像看英剧《唐顿庄园》里面。你从来不觉得那些管家是低三下四的，是的，是不是？你会觉得他们跟他们的所谓的主人的关系是，甚至可以说是平等的。我所理解的就是那种自尊跟尊重人。那同样的，做媒体人也是，我们要尊重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尊重我们的对象。嗯，这么说，猫爷会不会更有感触一些？就您刚刚说到小编这一点，就虽然我不做微信啊，但我感觉为什么大家会流传小编这个词，是因为了拉近和那些用户的距离，对，会觉得亲近一点，亲近一点。对，这我后来很能理解，是吧？好像也没有说特别贬低自己。嗯，当然现在用了更婉转委婉的说法，问题不大，就要看理想君，是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就是媒体环境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今天蛮想跟道长讨论的一点，就是刚才道长讲就是说媒体人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意识到，包括您跟我阐述您对媒体人的这个理解，我听完您的感觉，我会觉得您更像是一个叫媒介人而不是媒体人。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就现在的这个语境环境下，对于媒体人的定义其实是相对狭隘的。我们会觉得所谓媒体人就是你必须在一个某个媒体机构工作，或者说你是一个自媒体的编辑等等，这种我们会定义为媒体人。但刚才您说的这种有点像介质，就是您通过把这种知识形式您自己内化之后再传播出去给你特定的人群，其实更像媒介。为什么我想到这个，是因为我们新媒体部的那个桌子上摆着一本很厚很厚的书，叫《理解媒介》，麦克罗汉的。对，就是媒体人必读。而且因为麦克罗汉他提到了很多关于技术相关的东西，这个对于线下的这个互联网啊，还有包括新媒体，其实有非常多。就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能够通过它去理解很多事情。因为在做新媒体的过程中，刚才您说比如说关于小编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做新媒体的大多数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小朋友。因为这一行其实相对其他来说，它的入门门槛真的是比较低的。然后 OK，还是感觉有点意犹未尽，线路又选短。播了有多长时间？36分钟，好短，怎么这么短？OK， 就这样吧。晚安，各位，拜拜。